陷进来，吃西瓜。就剩最后一块了，还是你吃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吃到了爱情的甜，西瓜的甜就留给你吃吧。讨厌。哇，好甜呀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小子，不问自取很不礼貌哦。要吃让你妈给你买去。哼，我看上的就是我的，快给我。你这熊孩子怎么不讲道理，简直皮到没边了。你才熊孩子呢，你全家都熊孩子。我说这谁家的小孩啊，他乱抢别人的食物吃，做家长的也不管管的吗？帅哥，不只是你，我们这几桌无疑幸免，都已经被这熊孩子轮流光顾过了。是啊，这桌家长的也是绝了，孩子到处翻魂都不出来认领的。臭外卖佬，你到底给不给？休想，回去找你妈去。不给是吧？那你也别想吃了。嗯。救命啊，快放开我，妈咪妈咪，他们欺负我。你们这么多大人欺负一个小孩，还要不要脸了？儿子别怕，有妈在呢。我去，刚才他儿子到处犯浑他都不现身，这回儿子被教训了倒是来得够快的。你儿子不仅抢我们的食物吃，还往我们菜里吐口水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什么怎么办，他就是个孩子，往你们菜里吐口水怎么了？他口水里有毒啊，还能毒死你们啊？我靠，这是什么奇葩家长，难怪能教出这样没教养的孩子。就是有个这样的吗？孩子长大怕是得废了。你会吃别人吐过口水的饭菜吗？少说废话，要么赔钱，要么报巡捕。赔钱？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，一个穷酸外卖佬还学人家来高档餐厅吃饭，我看你是买不起单故意祸害我儿子的吧，你个垃圾。瞧我这记性，居然又把你当人看了。你居然骂我不是人。老娘跟你拼了。你太过分了。哎呀，大人了，救命啊。妈咪，刚才好好玩呀，我也想玩一下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谁让你打我的，你该打的是他们啊。主人，我打电话报巡捕。爷，怎么手机这么卡？别急，我自有办法治他们。这部新手机给你用，左下角有我联合厂商开启的银五一福利活动，只要在游戏里完成任务，就有不限量的 1TB 大内存，苹果14 Pro Max， 一手正品有保障，官方包邮送到家。我还想给我妈领一台华为 P50 Pro 行吗？支持国产。当然没问题，华为 P50 Pro 也是不限量的。现在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，认准我左下角加速升级链接，领取礼包码后再点立即下载，升级更快，领手机也更快。好的，谢谢主人。这位女士，您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本店的用餐环境，如果您拒绝赔偿这位先生的损失，我们餐厅会主动帮这位先生报巡捕。别别别，不就一桌菜吗，能有几个钱，算下账吧，老娘赔就是了。您好，这桌一共消费88.8万，加上您摔坏的桌子、餐具等物品，还有算上清理的费用，您一共需要赔偿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妈咪，妈咪，你不要死啊。妈咪快醒醒。别打了别打了，没死都要被你打死了，你个龟儿子，真是实力坑妈啊。笑死，为了不赔钱居然想装死，连你儿子都看不下去了吧。我说外卖佬，你们是吃的黄金还是玛瑙啊，这么贵，我严重怀疑你们餐厅联合这外卖佬想诈骗我的钱。这位女士，请不要血口喷人。你们不就见我一个弱女子好欺负吗，给我等着。喂老公，我和儿子在酒店被打了，你快带人过来。哼，外卖佬，你摊上大事了你，我老公可是侯总，等他来了有你好看的。侯总，不会又是一个冒充我的吧？等我爸比来了，你们都要死了死了的。这熊孩子真是不学好，好的不学学窝怪，长大必定是个祸害。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欺负我老婆孩子？爸比。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这个外卖佬欺负我们母子。你就是侯总？废话，我不是，难道你是？是不是被我的名号给吓尿了？不想死的话就赶紧给我老婆孩子磕头道歉，还能饶你一条狗命？谁饶谁还不一定呢。来人，侯总好。侯总，难道您就是那个传说中喜欢送外卖的华海第一神豪侯总？废话，我不是，难道你是？侯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，你们俩坑货还不赶紧跪下道歉。爸比，我不想跪，我们凭什么要给这个外卖佬下跪？
兔崽子，你爹我都跪了，你还敢不跪？那可是神豪郝总，只要他眨一眨眼，就能让你爹我从华海消失。难道你想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吗？赶紧给我跪下！说，为什么要冒充我？我没有冒充你啊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我的名字就叫郝总啊。全还真是，罢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你们履行承诺，把该赔的赔完就行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玩左下角的游戏，领个888的创造红包顶一顶。倩倩，文文，轩轩，我们走。这位先生，这是你老婆孩子的账单，请你支付一下。嗯，100万，你们两个败家玩意，一顿饭就要了我全部家产。老公真不怪我啊，是你儿子向神豪侯总的菜里吐口水。爸比不怪我啊，是你老婆把神豪侯总的桌子都给掀了。老天爷啊，同样是侯总，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爸比，你不要死啊！爸比你醒醒，爸比你醒醒，爸比你醒醒。